观众可能不知道，每次你在前面出急转弯的题目的时候，哦、现在遭了两个人真的飙起来了。我打败版蒙谜题啊，他都不告诉我。我懂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今日咪准备一下，要看，要让观众看得较硬的面。买你那丢丢痴呆症的先，不要弄。你比我年纪还大嘞。你先出题好了，来。我先出好，我来出一个，这个打狗需要看主人。那么打老虎需要看什么？这还不简单吗？打老虎要看武松嘛？错了，没那么简单。打老虎要问动物园园长，问他干嘛？打老虎可能在这些地方，也不对啊。错，打老虎要看啊，中药行老板。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错，只有这些地方买得到，要虎鞭跟老虎有关的啊。三个的连答三题都错。错拜得了，公布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？打老虎，打老虎啊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肿啊。这么简单，好像有没有肿，我们来真笑了。来讲你买卖球袜准备怎么样？来一下，打来空。有一个人去买了去一双皮鞋店买一双皮鞋。买皮鞋啊？买了啊，钱也付了，也选到了皮鞋。是是是。怎么一个多钟头以后才走出了皮鞋店？一个多，因为人很多啊。错，哪这么简单还叫急转弯？因为这个他没有带钱，老板不让他出门，在那为了钱的事在那边调款，对对对，调来调去还是刷卡。错，已经两次机会，还有因为鞋子已经买好了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发觉这个拿错了哦，还在等拿适合的 size 来。是是是是，错，哪有那么简单？也是三次都没答对，对啊。那来公平哈，要知道谜底嘛。是是。是他买的这双皮鞋是乌龟皮做的，所以特别慢。你看修汤呢，那我可能是活乌龟，不是人的腿子。来来来，今天讲故事。好，说的是这个，说我们台湾人无告厉害啊。老公有时候用一样东西啊，使用一样东西可以永远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。今天讲的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。语言让人觉得语言奇怪，到什么地方都这样用了，也是在国外有的时候贻笑大方啊。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团体，到了泰国去玩了，旅游出国旅游，山明水秀，看了看，去参观鳄鱼园了。大家都走上前去，前面有栏杆，爬上去，台湾的旅行团讲，快来看，快来看 ，Lacoste， 我的靠！旁边的外国人都哎，这什么地方的国家？怎么叫拉克斯？走了走了，又散步到别的园区去。正好是养了很多的青蛙嘛。大家就上了。就等了。啊对，哎呦，这是哪一国的？哎呦，怎么这些名牌的可以用在动物身上？我还走了走了，看到大白鲨。哎呦 ，Norman。哎呦，你也知道啦，是不是？你台湾人啊，爱的我们。所以呢，我当时这是旅游的一个小笑话。好，记得那么高啦啊，这个小弟哦。继续要补充一点。有一个先生开车啊，遭了闯红灯，一闯过去啊，巧不巧，街对面。在对面就有一个警察，哇！下来，停下。这个人下来一看门讲，长官好，抱歉，这我刚没看到红灯，是，您拜托千万不要开罚单啊，这是央求啊，不行，这个公事公办，是，这个执照拿出来，拜托我求求你吧，是，千万不要开。对对，谁叫你要闯红灯？好伤良嘛，请您抽烟的，不要来这台，拿来，这一看求了半天，他妈的，刚才没有什么作用嘛。好了，那就你要开就开吧。那这是我的这驾照，拿去看。这要是拿来就是嘛，不要跟我这求来求去。是。啊，这个不能通融的，到旁边去。过了之后，这个人就在抽支烟等了。他车尾巴。几个混的薄个几波啊？过了三五分钟了，怎么写那么久罚单？走过去，警察，你不是写罚单吗？警察说，这个先生啊。闯红灯的闯怎么写？这个说，哎呦。我求你求了半天，哎呦，拜托你卖亏端了的眼没亏，现在要问我字怎么写啊？拍死，我的宝贝，跟你讲，别跟你讲，五花多你就跟你下。那个警察一看啊，你唔敢讲哈，你以为我就写不出来吗？过一下，哎呀，还是把罚单递过来，来，先生请签名啊，这是罚单，这个哈，给我讲是给我修掉。哦，那这么倒霉，闯字被他想到了嘛？是，拿过来看，红灯直走。哎呦。你也没敢亏的这个。
是同样的意思、啊。哎呦，对对对，红灯，哎，直直走，哇，你嘛是算闯红灯的。